来看这边哦，来这里一张 ，OK， 很好。 对对对对对，这个表情对对对对。好，这个很好看，这个很好看，来高一点哦，仰高一点。来，那个反光给他点一点光哦。啊，这是有轻轨，还是没轻轨啊？啊，贝哥，不要去给他换你新花样了。好。好，真的还是找不到人啊，绑定啊。哎，不要紧。 哎，胸部挺出来一点哦，但是比较性感，对，哎，这样很好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可以，好，来来来，嗯，好，好，我要仰高一点，来腿露一下，哎，腿露一下哦，谢谢哦，来，你可以看这边脚 ，OK， good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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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伸一点，往前伸一点，很好，来，哎，睡，勾追，勾追，哎，很好，很好，睡，睡，睡 ，OK， 来来来，可以吗？ 哎，大哥，对，你都没有用心拍我，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条缝啊？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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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近一点啊！好，OK，我要骑车喽。很好，时速麻烦一百哦。过去到那边，很好，看这个越这边，越这边，越这边，嗯哼。哎，帮我多一点后方哦，这样太……哎，睡，很好，很好，嗯。 跟车子在路关系可以吗？跟车子，哎，很好，很好，睡，OK， 来，来，巴士，集中，活该，谁叫你们全部都是明明的活该，月月跟贝哥比赛。 阿公刚知影咱今仔日要来，想讲过啦，但是阿公已经。嗯。你好，我想要看阮阿公郭立夫。哦，欢迎找家族了。哦哦。过路三星桥。三控七。三控七。三楼吗？307有访客哦。 我给你提醒一下哦，十月份的疗养费后礼拜六就要。好。你才签一下名，就才入去啊。哎，嗯，这一个月偌济钱啊？4万块啊，遐贵啊！所以我才要去恁学校检查啊。哎，不过你以后还是不要跟我出来外拍啊。 为什么？要是掏钱被抓到怎么办？而且你又不缺钱，谁说我不缺钱啊？哎，你知道我妈怎么管我吗？她每天要管我记账，管我吃什么、用什么，然后我所有的行程都通发票跟她核对。问题是，这样我要怎么买烟呢？所以你跟我合伙就是为了买烟哦？还有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打火机跟指甲油。<笑>哦，这就是台语讲的啦。 阿公，今仔日的天气足好个呢，啊，咱来晒日头，食水果吧。 好啊好啊，今天天气真好，就对。月落乌地送满天，来。江风如火对秋眠，歌手新歌恨山痴，夜半钟声独客传。阿公，你足敖的呢。来，阿公，食干嘛？ 是小人讲阿公去迪拜啊，阿公拢买基金呢，嘿呢，阿公在搞，阿杀落来，咱来用唱，好不好？哦。
吟诗用唱的。系啊系啊。好。我落地送满天，江风如何对秋眠？姑苏生月寒山寺，夜半钟声渡客船。哎，孙阿吼，你饮啊真好，真唔歹。哎呦，阿公，那是当然咯、喔，我是过你夫先生的查某孙阿呢，啊，哪会当输别人啦？过你夫？嘿啊。过你夫是啥人？阿公，过你夫就是你啦。我就是过你夫。嘿啊。啊，我咧唔知影，乌白讲，我咧唔捌。你是啦。欸啊嗯，你刚才用台语吟诗的时候，很性感，是吗？朱莉，黄老师有搞啊？我当已经开始啊。哦，好啊，咱过去啊去。爷爷闷露来，出国小姑娘；阿姐闷梅来，东河立红中。小弟闻者来，摸到好好向你用。开我当国门，坐我西国床，穿我正西袍，着我古西裳。啊，这首诗哦真长啦，好我歇歇哈。黄老师，哎，饮醉啦。哦，多谢多谢。啊，就当无安尼啦。我看吼、哦，你著代替我刷落去啊，吟两句啊，好好小歇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这样这样。东窗李昏平，对镜贴花红。哎，出门看河畔，河畔盖金红。东行十里莲。不敌波澜喜怒龙，两头磕破手，七头眼泪滴。两头捧地酒，安宁便我是雄起。真好，真好，多谢。啊，这首诗吼，就是咱北调甲府民歌《木兰诗》啊。有人伫咧讲啊，这首诗呢，伊偷偷比如着这同性之间的恋情啊。啊，我个人嘛认为讲哦，作者在这当中哦，寄托着伊家己一种的梦想啊，甲伊的想法，所以自古以来，这已经是哦啊，真正常、真自然的代志。啊，什么是同性恋呢？哦，啊，就是。朱莉，嗯，黄老师问讲，伊想要调整好这班上课的时间，唔知会用的无？袂用的啊。伊的课甲取消啊？促销，那呢？逐礼拜五的股市新价是要安怎？那无，咱就改做股市全球化。也毋过，自从课本教授离开了后，咱就找无人会当用葫芦话来教股市全球化。莫阁讲着伊啊，伊无资格做老师啊。啊无，是会当找谁呢？对啊，郭立夫老师伊人真歹呐。郭老师，伊拢七八十岁啊，年岁较侪哪有要紧啊？我是惊伊身体袂堪嘞啦。搁再讲，咱基金会嘛几啊年无伊的消息啦。不要紧啊，你还是先找看卖一个啦。朱玲，出版社讲答案已经好啊，会用去看。好啊，啊你打电话甲因讲，我即卖就过去。好。哦，你讲伊出办公室啊？哟，啊，我知影，啊，多谢。哎，方局，你来创啥？哦，无啦，我是来摕一个月赡养费予你的。用汇款就好，你来要创啥？啊，这个家，我嘛真关心嘛，我嘛关心你。月月今嘛已经对我阿说，阮母仔囝甲你无关系啦。
歹势啦，你要出去哦，无我载你啦。谁甲伊讲我要出去啊？我只是来楼骹透一下气，我要回去上班。主任，啊，你哪会搁回来啊？哦，无啦，资料袂记摕，倒转来找一个啊。主任，我头拄仔联络着过老先生啊啦，因厝头家讲吼，即摆厝内面吼，干那剩伊查某孙仔一个人住啦。伊即摆亲像搬去疗养院啊啦。疗养院？详细情形我嘛毋知，因厝头家干那嘛无啥清楚啦。不要紧啦，我叫阮查某囝斗毋起。对吼，你个查某囝甲伊个查某孙仔是同个对无？嘿啊。以前几老师哦来上课的时阵哦，因两个哦常常算做伙啦。今嘛，我你不要去看我爸爸。哎，恁爸爸还搁伫关遐唱歌？对啊。哦，真正想袂到诶，恁爸爸以前是遐尔缘投。今嘛嘛介缘投，我看是很美吧。重点是他敢反抗我妈，就超帅的。那有我帅吗？嗯，不好说。那请你好好说啊！你看我这个唇色 OK 吗？哎呦，很美呢，红红的。爸，有多像？宝贝女儿，你要看爸比呀、啊？你要注意点哦。安姐，那个，阿丽也来哦。你跟我来啊！哎呦，别徛咧讲话啦，来遮坐。好，多谢你。来坐，来坐。那个，哼，你阿公最近好不？哦，是袂歹啦，看起来疗养院搁大家比较关系哦。但是，伊白记伊白讲啊，连伊家己名拢想不起来呢。安奈安呢？阮阿公哦，有当时会记哩，有当时袂记哩，无一定啦。啊，唔过哦，大概白讲吟诗回听的时阵，伊拢会记哩哦。嗯。吟诗句，伊会记哩哦。嗯。哇，这么厉害！白讲。这钱吼，你去买营养品，给阿公。阿姐，唔免啦，安尼歹势啦。哎，无聊啦，来收起来。收起来，收起来哈。多谢阿姐。不客气。哎，我你啊。好，我先来。你两个带卡坐。嗯。我不要你耍哈，带你去吃宵夜。我不爱吃宵夜。不吃宵夜，你要吃啥？我想要饮一杯。你还袂大汉，甲人饮什么酒啦？嗯。我已经二十岁了呢，拜托一下，来，靠边，好。我懂啦，我请你一杯。来来来。我靠，我喝一杯，好海量哎。怎么好意思？哎呦，真的是哈！谢谢郭总。那我先进去整理一下，等下再出来陪你哦。好，等我哦。用酒盏刻在我的心，我爱你缘分无情，决定袂当甲丢弃，想要对。不得已，今天是你去管好不？好啊，等你八点。
这样才对嘛！20岁就是应该喝酒啊，吃什么好可以蛋啊？哦，这么喜欢喝酒，你妈妈也是把你管作严吼。拜托，恁某的，恁不识西啊？他都不给我多的零用钱，而且啊，每一笔支出都要记账给他看。唉，讲到恁妈妈真有影，钱也不是咧无够用，你敢知影？我每个月薪水一半拢给伊啊呢，真正有影，来，客车收费。爸爸，你做辛苦了。我甲你讲嘛，伊吼，伊就是要看我规天拢去倒位，我甲钱开伫个啥物所在。问题是这样，我要怎么去跟人家唱歌啊？而且啊，他偶尔在那个发票里面看到有啤酒收，一俩公呢，女孩子不会喝酒，要是被灌醉怎么办？而且我都已经20岁啊，够憨的啦。对，我的宝贝女儿20岁了，我20岁啊，那你庆祝去，来。啊，不过啊，虽然你20岁啊，你的妈妈一讲来，你嘛是一个囡仔，我都无管你。嗯，不好啦，他越管吼，越不想理他，真的是一个强迫症控制狂哎。有你遐当怎？每一天跟你妈妈相骂吗？哎呀，旁边你坐下哈，喝酒了，喝酒了，来，来，庆祝我的宝贝女儿20岁喽！20岁啊，快乐，快乐，快乐，20岁快乐。何琳，开动喽！爸，我想要跟你同款，我搬出去住。啊？住的足无自由的啦！你要搬出来住？对啊，我可以跟贝克一起住啊。你阿公哦，今麦无伫的，家里很空呢。阿姐，你莫过话啦，我根本就无答应月君啦。管你答不答应，我就想跟你一起住嘛。宝贝女儿，你有听到无？你哪在讲未来？无办法嘛，我甲伊白讲啊。你莫伫恁爸面头前我白讲啦。没有乱讲。爸，你觉得白讲怎么样？白讲当然嘛袂歹，但白讲吼是一个足乖查囡仔，顶多是你，你哪在讲勉强？我敢有甲你勉强？无。唉，是讲，万一你妈妈若知影，绝对甲你消毒。那也是用这消毒好。来，饮酒，饮酒，饮酒。来，快乐哦。爸爸给我的5000块，今晚给你。是安怎要给我？我要跟你住斗阵，当然帮你分担房租啊。可是我觉得，那你要不要收留我吗？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现在是10:45。可是我就是找不到我女儿啊！不是不是不是，警察先生，你听我说，她已经超过我规定她的时间了。手机就是打不通啊！警察先生，喂，干嘛报警啊？你是怎样啊？已经超过45分钟了，电话还卡不通，手机都爆电啊！消毒啦！消什么毒？就是毒的、啊，手来手，收，不爱啦，我不是囡仔呢，都已经20岁了，20岁就不会得肠病毒啊，我以毒攻毒啦，杨月君，月月，月月，月月啊，你哦。
是跟你说过很多次吗？你那个穿过的内衣啊、内裤啊，还有袜子啊，都要洗啊！你还给我藏在那个枕头底下，你现在是怎样啊？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穿过的衣服要马上洗，要不然会有细菌。哦，够啦！我已经二十岁啊，我想要搬出去。你家己都顾袂好啊！你有啥物才调搬出去啊？足侪人十八岁就住伫咧外口呢，想哪有袂使？迄拢是爱气头的人啊！怎样？你是要搬出去跟他们学坏啊？人家贝果才不坏，好不好？她还努力赚钱养她阿公，她是我见过最独立的女孩子。贝果，郭贝，小学同学，你别给急啊！你是讲桂林户老师已经招孙了？对啊，我想要搬去跟他一起住。郭老师，伊最近好不？对啊，那样有点失智，但是古我诗词都还记得。妈，所以你已经答应要让我搬出去跟贝狗一起住了。我什么时候答应你的？你今天这么晚回来，我还要罚你一个礼拜不可以出去呢。哎呀，我搬出去，我爱自由，而且爸爸妈讲我已经大汉了。你又去找你爸？嗯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一个月只能去找他一次吗？要找要先跟我说。他是我爸爸，我想见就见，好不好？你无资格做恁老爸啦！歹势，伊就是阮老爸。你爱知影，你是马一景对我爱谁？你叫杨月君，不是许月君。好，不要紧，我没办法决定我姓氏，但是我可以决定我自己的人生。杨月君，你这样很没有礼貌。晚安，杨女士。同性恋，你为什么要带坏我老公？对，我是同性恋，可是同性恋没有变态。你们这个样子，还有你这样再不变态，方君，我不是同性恋啊，我会安尼，跟青年一点都无关。你别跟我讲话。恶心，肮脏！你不要脸！方菊，你刚刚没有看见吗？许文他在唱歌的时候，他的表情很陶醉耶。你可不可以学习一下？你也放轻松一点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说他一个好好汉学教授不快乐吗？他跟我结婚不快乐，然后跟你们这些人在那边搞不男不女才快乐吗？方菊，我需要解出口。有时候人生太压抑，我拢无得喘气，你知无？阿姨有什么不对？难道你要跟青柠这样丢人现眼吗？我没有丢人现眼，你要压抑自己，
是你自己的事情，可是你不要把你的标准套在别人身上，好不好？够了！再看到你，我不要再看到你们，我不要再看到你们，放局。书昏暗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孤岛西风瘦马。小勇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好好听，好好听哦！用汉文唱古诗真的很好听哎。可是讲你有兴趣，你会当来基金会上课啊？可是我是外省小孩，我不太会用河洛威。喂，无要紧，迄个脚徛久就是你的。我会当甲你教。搬出走？我不要离家出走，我只是要搬出去而已。这家真的规矩太多了啦！我需要一个出口啦！这是你爸叫你说的吗？不是啊，我已经长大，你不能每件事情都这样控制我嘛。而且我觉得你也需要放松一点。我每个礼拜都打电话回来。蛋姐，你北淡化照有照？妈，我已经大汉啦。你要学着给我自由，相信我，好不好？好，要不然你带我去见郭贝。如果你们两个让我放心的话，我可以试着调整自己。
你的手哪会遐冷？啊，就拄仔穿伤少啊。嗯。噔噔。哎呦。你的汗吼，予你安尼看，我哪会汗啦？我嘛要见你，见我。嗯，我已经甲讲要甲你带做伙，啊，不过我感觉佫无啥适合呢。为甚物？我家很简陋，而且地方也很少啊。迄无重要。我需要自由，我需要爱情，我喜欢你。谢谢。好的。贝果，你为什么没有读大学？前年阿公失智，常常走丢，我不太放心，所以高三就辍学。听月月讲，恁阿公住伫哩疗养院啊？哦，嘿啊，住疗养院才袂走路，感觉胖紧啊。而且我嘛爱做工课啦。你的工课是模特儿吗？哦，就是接一些摄影外拍，啊，搁有到美术系上好学生画画啦。照顾阿公真辛苦哦。嗯，照顾阿公其实真欢喜啦，无啥物压力，只是疗养院的开销是较大啦。其实阿姨，月月伊就是烦恼我经济压力大，啊，伊想要帮我分摊一些房租，想搬出去住，并不是爱玩啦。阿姨，你别怪他啦。所以你也同意月月搬过去跟你一起住，然后分摊房租吗？没关系啦，要不然这样好了，你把房子退掉，搬来我们家住吧。我搬去阿姨家住，这是省钱最好的方法，不是吗？怎样不高兴？哇，你做干唔好？等一下消毒，手来。总共一句，你也是肯给我自由啊！我是来帮忙贵老师，他是我们基金会的老前辈，光是这一点情分，又能够帮贝狗省房租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穿鞋，穿鞋。这样我就不好了啦。嗯，我下面母后啊，我还在想说，如果他的身体还不错的话，我要请他回基金会吟诗给大家听。虽然他有一点失智哦，但是我想他应该很高兴。高兴？啊，那我嘞？我嘞？怎样？你怎样？走了，去把贝哥的房间整理起来。贝哥，你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啥？欢迎来到消毒的世界。神经病啊！你才神经病呢！
的时候要跟你讲。我敢会当讲喏？因为啊，我准备搞啥？哎，妈，背过来哦。哦，好。哎，对对对，先不要踩进来，也要等起来。哦，好。来来，要读出来。那你，我跟你说，我妈有很严重的洁癖，你现在喝不完的日子，没关系。来，一样喝。好，好。今天你洗啊？啊，阿姨唔免啦，我家己洗就好。唔要紧啦。安尼歹洗啦。唔要紧，来来来。嗯。妻子也太脏了，真是。哎，飞哥，来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鞋子底下也要用那个小牙刷刷。小牙刷？嗯，来，我拿给你看。就像这种小刷子。哦。像这种小牙刷，然后鞋子底下也要刷，因为这鞋子底下最容易卡细菌，这样你懂吗？嗯。可能也是让阿公照顾的，所以都没有人教你这些事情。妈，你怎么要摸那个？嗯呢。在那是鸟摸啊。阿姨，不要紧啦。你搞啊，我来当哦。好，来，阿姨跟你讲吼，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海关通关处啊要放那个消毒垫？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鞋子底下最容易卡细菌的。嗯。还有来，你以后回来啊，第一件事情啊，就是从这边拿这个酒精，嗯，然后要消毒，像这样，刚刚静明这样，好，消毒。好。还有你看，我们家里面有很多台这种空气清净机，但是因为呢。那个每天洗完澡之后啊，那个浴室像这种缝缝啊，用力给它刷下去，刷完之后再用这个干的抹布把它擦干。是这边，这个马桶很重要哈，因为你每天都要坐很多次，所以这个坐垫上面也要清，好不好？把它擦干净，用力吧，这样床不可以这样折，太乱了。再把它折好，衣服洗完一定要烘好，烘完之后呢，要把它烫平。嗯，小心。来，今天就睡这里，好吧？好。月月，你把贝狗拉到你房间做什么？贝狗刚来，我怕他不习惯，所以找他几岁。人家有自己的房间，干嘛睡你房间啊？嗯，妈，我去睡他房间就好了。哎，手不要拖啦！哇塞，你看，人贝狗讲一届就会晓，啊你嘞，讲一百届嘛讲袂听。讲到我耳朵长茧了，是不要那听。袂晓听吼，我着讲甲你听有为止啦，哈。听无啦。阿姨，对不起哦，阿姨晚安。嘿，你不要这样跟你妈讲话好不好？真是你猪肚子。你在想什么？我是在想，原来这就是母爱。真的受得了我妈？还行啊。我妈就是一个强迫症，每件事情都讲究规矩，大家都好累啊。可是规矩也有一种踏实的感觉。我比较喜欢自由自在的，像你一样。但是我觉得，我们应该要做一点点的改变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规规矩矩的当模特儿，不要再偷钱了。怎么那么缺钱呢？缺钱再找一份工打就是啦。打工了。40,000不吃不喝，
阿公要吃营养一点啊，还有那个保养品。你好啊，妹，要去上课啊！快点，我出门了，几天了，我不要，你不要管我啦！我这几天了，我要做总统的，对不对？我帮你看，我这几天了，我不要，不要我！哎，你是在创啥哈？嗯，我们待会要上素描课，我在帮他做安全措施啦。哦。那个啊，嗯，你喜欢诺阿贝恰里啊？还有你为什么穿的跟个男孩子一样？没有啦，是我在工作的时候都会穿比较少，所以平常我就会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比较中性。啊，有恰里是看起来较歹啦，才袂去黄皮肤啦。哎，对，这就是 model 保护自己的方法啦。若无拄到迄色色的摄影师，还是画坏，会安怎？要去上班，走了，走了，阿姨再见。等一下，那个，咱下晡爱去找恁阿公，爱会记得哦。阿姨，别放心，美术系工作结束，我就会去疗养院等阿姨了。阿姨再见，杨女士再见。阿公。咱来练习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一首《清明独木》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犹断魂。嘿，拢对呢，阿公你足够的呢。阿公，阿姨。阿公，要请你金师的人来啊！贵老师，来，这是给阿公的。阿姨，谢谢。这跑贵老师，贵老师，谢谢。你会记得我无？我是文教基金会的主任吗？杨凤菊。啊，这是林小姐啊。贵老师，你刚刚会记哩？我是林。阿明啊，阿明啊。我是啊，你莲花啦，不是啦，桂老师，我是杨凤菊。我唔捌你啦，我唔捌你。阿公，别个咧等我，我要等啦。阿公，阿公，别个咧，别个伫家，我伫家啦。你都坐好来等啦。阿公，咱已经出来了啦，你听，天怀。落魄江湖在酒宴，落魄江湖在酒宴，初有天仙将中行。十年之间，有酒无？大爷，嘿，下午茶提过来。哦，好。以后的咱拜五的活动哦，就改做古诗吟酒会。啊，这届呢，咱就请桂老师来做吟酒司令。啊，不过主任，郭老师人拢袂灵的，假使讲为较早的师友还是学生来，安尼敢会出事嘞？哪会啦？郭老师虽然记忆有较歹啦，啊，不过每句首诗伊都记甲清清楚楚，不要紧啊。现场的人遐尼多，郭老师若是一时紧张，啊，若出错是要安怎？袂啦，因查某孙仔伫边仔咧陪伊，伊袂紧张啦。啊，不过伊查某孙仔伊家己都袂灵的。是啊是啊，伊嘛袂记得咱咯。
主任，给一个头壳无清楚的老人，来承担咱所有活动的成败，安尼咱伤冒险呐。是啊，主任，我看吼，咱还是恢复原来的工作，让潘老师来吟诗啦。对，是啊，我嘛感觉伊足缘投的，大概活动大家拢笑嗨啊。袂使啦，我反对搁请遐查某摕来，就安尼决定啦，去准备啦。阿公，这是基金会给你的五首诗，啊，拢是你作写的。啊，咱来念看卖，好不？好。第一首《清明独步》。清明。嗯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安尼敢对？对啊，对。哦，阿公，你念个足好个呢。哎呀，啊，沙罗来嘞。月落乌啼霜满天。阿公，你哪会地沟倒太多啦？你念唔对啊啦。唔对。后壁应该食酒蒙酒家好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六匹江湖带酒行。阿公，你安尼袂行的啦。阿公，你一定要记会牢啦。来啦，搁一摆啦。第一首《清明独步》开始。高速行月。阿公，你搁念唔对啦。哎呀！啊！你生气啊啦？无啦，无。你无念死，你生气啊？无生气啦。阿公，无，咱再来试看卖，好不好？不爱啦，伊咧想我，不爱念啊，伊咧生气啊。这样根本就不行了。老公要是搞砸你妈的饮食会，那要怎么办？可是，你阿公状况好的时候，你是真的很好听的。那也要他状况好的时候啊。他现在根本就不稳定。我看，还是请你妈取消这次的饮食会吧。不行啦，我妈是卖面子的人呢，而且这次她很心要材料跟我说报名很踊跃，如果就这样子开天窗的话，她就会气死。那不然我怎么办嘛？去找我爸。我方局感觉足见笑嘞，这同学会我是免哪去啊？我希望你们两个都可以来。你要知道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办同学会了。倾听，对妈来讲，真侪感情拢是伊的好的。可是医生说我已经是末期了。我希望在我住院之前跟大家重聚一堂，把我所有都爱过的好朋友都见一见。对啦，许文，你就答应他啦。好啦，我答应你，同学会我会去，但是方局一定袂过去的。
没关系，我自己会去邀请他。反正我跟他之间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化解一下。讲到伊吼，那你甲伊的问题，我啊，阮查某囝，他有太多问题要化解了。爸，宝贝女儿，静怡，月月越来越漂亮了，没有爸漂亮了。好啦，不然你们开杠，我先走了哦。你要记得，同学会一定要来哦。到时候见。嗯，先拍照哈。再见。哎，爷爷来啊！来这边坐。来，宝贝们，怎么了？爸，你拜五下晡敢有闲哈？拜五下晡六点以前拢有闲，安怎？你会闲个？帮贝哥伊阿公阴死无？我拢足烦恼个，惊伊爬去食。阴死？歹势，借问一下，姚芳菊到底？林小姐，伊要来找朱玲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姚芳菊的朋友，我是来邀请她参加我的同学会的。林老师哦，你稍等一下，我来跟朱玲讲一下。嗯，坐下。朱玲，嗯，我因为丁老师上这来。伊人伫外口等你，是要请伊入来，还是你要出去？钟庆婷，阿公，我无伫嘞。也毋过，我已经甲伊讲你有伫个啊。我无想要看到伊，你找一个理由请伊走啦。好啦，好啦。主任，大家好，我是杨芳菊，感谢桂丽夫老师半工转来咱基金会，请大家拍鼓来欢迎。阿公，第一首《清明独木》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又断魂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爸，总共被告伊阿公，阿公了枕头，你就莫出现。啊，万一若出错吼，你就赶紧接落去厝 ，OK？ 我是 OK 啦，不过你妈妈甲小刀我要安怎？就算讲伊被告伊小刀，你嘛爱去，是安那？你敢知？唔知啊。你较早以前啊，迄个银色录音档啊，妈妈昨暗过来偷听安尼。公，第二首《天怀》啊，《天怀》老皮江湖在酒行，草药沾湿江中平。错又江水，
阿公要放尿。哦，我阿公讲吼，伊有淡薄仔嘴焦啦，啊，扫落来，伊想要请伊的得意门生来帮伊吟一首诗啦。咱来欢迎柯老师。六七天五载酒行，初邀前世将中倾，十年一家又上梦，行得清流啊，步幽冥。哎，柯文啊，你搭起来。郭老师你好。啊，真久无见啊吼。身体勇健，来来来来来吼，身体勇健。郭老师，啊你搁会记得我呢吼？你啥人啊？郭老先生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加到风声笑嘞吼，来，再坐再坐哈，再坐，来来来来来。第三首《天井沙》，马蒂万，欢迎柯老师。咱来吟诗，咱来吟诗吼。哎呀，吃。古亭绿树昏暗，逍遥流水人家，孤独。西风瘦马，小勇西下，断肠人再来，在天涯。那是谁叫你来的？你应该嘛约会到，是月月啦。伊讲你正注重这摆活动，啊，不过伊若讲状况阁无稳定，唔知叫我随时来救火。又搁是月月，啊，唔讲这八个嘛真正有影啦，因两个竟然做伙咧骗我。其实八哥这个囡仔已经是袂歹啊，伊家己甲月月，拢当作家己人看待呢。这我知啦，伊比月月搁较乖。是啊，八哥友好，搁捌代志。你应该感觉真安慰，伊两个斗阵交往。你讲啥？我讲八哥友好搁捌代志啊。你对我讲。因两个在交往，啊！你不是拢会搬去要住啊？你若……谢谢你帮我阿公解围，是帮我妈解围。就说你很爱你妈吧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跟你妈说话？我是为了我爸好不好？他一直想要跟我妈复合，我就是帮他制造个机会啊。你呀，有爱都不会说。那我不会说。我会说。我爱。你不要走！你不要走！杨丽君，你过来！妈，我告诉你，
我就是爱他，我就是爱梅总。不准！为什么不准？阿姨，对不起，我们可以分手。别跟我说对不起！对不起，为什么对不起？我就是爱他，我做错什么事情？你没有做错什么吗？我只是爱他，我只是爱他。不要走！对不起，必须走。杨丽君，你干嘛？你要让爱你为什么要让他回来啊？好，我们是手刷的。对啊，手机啊，滴滴滴啊，滴滴滴啊，你敢袂耍？啊，差死啊！伊阁有三条歌爱唱啦，无你去遐看卖啊！好啦好啦。上无滋味，上爱也有苦滋味，声声无奈，相当。你唱偌久啦？也拢无人吃。喂，警察先生，我是杨芳菊，我要报案找阮查某囝。又搁是你哦，杨律师啊！啊，你的查某囝哦，已经是大人啊啦！啊，你妈妈哦，答辩就超过十点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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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警察先生，这次真的不一样，我女儿她真的离家出走了啦。完全无用的啦，啊你特别拢安尼讲啊。哎，警察先生，你开扩音啦，我嘛没听啦。啊，不过你别当出声哦。是安怎？啊，万一也无欢喜，连我电话都无接，要安怎？喂。喂，宝贝女儿。你在哪里啊？你妈妈在找你，你知无？我伫美国家，妈甲阮赶出来，伊讲的话偌歹听，你敢知影？啊！你今仔日暗怕是无要倒去啊？你看得出我要安怎倒去？是妈，是妈逼我的。我袂阁转去啊！你卖激动，你卖激动吼。阿斌吼，只是要知影你有平安无？我甲美国斗阵，当然嘛平安。而且我已经二十岁了，在民法都已经成年了。宝贝女儿。就安尼啦，你答应爸爸，你甲你妈妈和解进程，恁每一天拢有爸爸看看的，吼，安尼我才安心，好不？嗯。今天比较晚了，我明天再去看你。嗯，好啊，啊，爸爸亲一下，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我家已经退租了，我们其实没有地方可以去。没有关系啊，有毛毯，然后又有外套，我们可以在美术教室多窝几晚嘛。可是你不应该跟我跑出来。你不要怕啊，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工作啊，我们可以一起独立生活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
好不好？拜托。我看你吼，也是放手啦。我是要怎样放手啊？难道我要眼睁睁的看着他变作同性恋吗？那以后要怎样？什么后摆要怎样？那以后摆是要怎样嫁人生子？有嫁人无嫁人，有结婚无结婚，搁是安怎？要亲像咱两个安尼离婚啊？就是唔结婚啦，伊去食土路，嘛要予人看清啊。那我得拜托你，为你家己做起，莫看袂起同性恋。我是唔知影你甲亲像啥物过节，啊，毋过你定系骂人变态、同性恋、带歹朋友，你敢毋知？这种花绣挂伤人的心，你知无？今天开同学会，你要去无？阿龙遐久无联络啊，嘛无交情。去同学会要创啥？也叫你注重这摆同学会，那是因为这可能是上尾一摆可以见见我们这些老同学。你是什么意思？上个月医师诊断，胰脏癌末期，他希望在住院之前可以看他老朋友，还有他亲爱过的人。倾听说过，你想苏联没了战时袍，着我旧时髦。换你。当窗理云鬓，对镜贴花黄。出门见伙伴，伙伴皆惊慌。同行十二年，不知木兰是女郎。哎，我们两个同窗了十二年，我怎么都不知道自己是女郎。你怎么不是女郎？那我又怎么会爱上女郎呢？啊！我喜欢杨芳菊啊，怎么办啊？要不要把木兰诗背完？好啊。雄兔脚扑朔，雌兔眼迷离。你有没有看到我两眼迷离啊？雄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背完了。肮脏！
变态同性恋。你为什么要带坏我老公？我就看到你，我不要再看到你们，我不要再看到你们！方菊，方菊，都过这么久了，你还是不能接受自己的过去吗？过去也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的我过得很规矩，也很安心。哪像你啊，到处乱搞，女朋友一直换。你不能因为我喜欢的是女孩子，你就说我乱搞。想当初，我也是全校第一名的模范生。就因为我喜欢你，你爸爸就取消了我模范生的资格，还让你转学到别的学校。我爸是为了我们好，他是关心我们啊。我们那时候没有做错什么，哎，我们只是情窦初开，我们互相喜欢而已，我们还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啊。是，我们不是，我们都不是。你错了，我们是。从小我的世界就一直被你打乱。我真的哥，我可以拜托，我可不可以拜托你，我不要再看到你，不要再看到你了，好吗？方菊，吴月月的消息不？有啦，我们刚刚打电话来，啊，因两个人真乖。阿姨有讲，当时会转来。因两个即摆开始外口咧找厝啊，可能暂时无要倒转来。是找什么厝？实在是。我替你接啦。喂，你好。喂，这里是新庄警察局，请问杨芳菊女士有事无？警察局。你要带她去哪里？不可以，你不可以在哪里？不可以，你要把她带去哪里？小姐，请你放开哦，不要你手往外碰我。小文，小文，小姐，请你放开。小姐，圆圆，圆圆。冷静听我说，你现在不能进来。你要在外面好好照顾阿公啊！我求求你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我不会失约。来，咱继续作弊喽。月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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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，我是月月妈妈。我是你爸爸了，你两个到底发生什么感情？你骗他郭贝涉嫌偷窃，而你女儿刚刚妨碍我们警员办案，现在我请他到外面休息冷静一下。以后，别跟别个来往。有话偷偷讲啦。但是，是我错的。什么？这边要注意一下哦，这边要注意，这边要注意。大哥，我们去外套更火辣再回来，怎么样 ？OK 啊，等我们一下。要记得更辣哦。当然啦、啊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“喝酒顶暗地”？有啊，快点啊！
等一下呢，你就跟从前一样，然后我去训他们朱莉，要把握。可是我们已经说好不要再偷钱了，你不要任性了好不好？你都忘记我们讨论过什么了吗？我们现在还有房租要交哎，工作很不容易，每个机会我们都要把握啊，听我的好不好？好了，看到那个咖啡色包装了吗？到了哈。大哥。上去了，好，大叔是不是？对，是上去一点，上去。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确定，来越看这边，我觉得这动作很好，来三二一，很好很好，三张，三张，四张，五张，六张，七张，跟树合作，跟树合作，我就树。但是我把它当成是你们的。可以，但是我们一起拍一下，是。两千，才两千，算了，我们还回去了。不行，钱票可以，拿钱票留起来。走吧。美美啊，你帮我包包干嘛？先生，请你不要含血喷人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我钱包不见了啊！我刚刚看到他放我包包啊。等等等，上一次我跟这两个女的拍的时候，好像有少钱呢。哎呦。哎，这里是观光区，人来人往的，你怎么知道不是其他游客偷的、啊？我就亲眼看到你翻我包包。不是，我刚刚去拿水的。啊，怎么这么巧啊？你每次都把矿泉水放在我们包包旁边啊？对，矿泉水本来就是要放在冬。等等等等，你手上什么东西？看这我钱包哎，为什么他的钱包会在你手上？我刚刚捡到的、啊。钱包这么好捡哦、啊？小偷就小偷。他不是小偷，事实就摆在眼前，还想狡辩啊？你只要帮他偏袒，你也是共犯吧？不是、啊，他不是共犯，这钱是我偷的。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报警啊！报警！不要走，不要走，等警察来啊！贝克，贝克是我害的，你们让我去自首好不好？让贝克出来。贝狗已经认了，多你一个人进去要干嘛呢？啊！你救救贝狗好不好？你救救贝狗好不好？不要哭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对了，打给庆婷。庆婷，她是律师，还是有帮坏。贝狗。紧了，靠回来。喂，喂，我是杨芳菊。杨芳菊，这不是张蜻蜓的电话吗？哦，我是蜻蜓的女朋友啦。伊今嘛在安宁病房。啊？静婷，风菊，你终于肯来见我了。同学会都还没有办。怎么可以住院？同学会我等不起了。谁叫你每次都要说我变态？
我没关系，真的需要你去道歉的人是许文，他很爱你，也很爱月月，只可惜你太害怕社会的规范了。人有很多种，最重要的就是要享受人生啊。方菊，我希望你的人生也可以过得很好。对不起啊，贝哥，月月犯的错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扛。没有啦，阿姨，是我不好啦。的确是我带坏他，而且他也是为了我。这样也好啊，以后就可以照着阿姨的意思，渐渐离开我。我没有要他离开你。如果以后你们还要继续走下去的话，我不会反对了。真是，当然嘛，真是嘞。您阿姨吼，已经把你当作家己的查某囝同款。多谢阿姨，我阿公有一件代志，想要请阿姨头三讲。你讲嘛？烦恼我阿公啦。我要是不在他身边，就没有人陪他吟诗，他会很寂寞。不用担心，这件事情月月的爸爸可以帮你。你放心啦，我每礼拜会去陪你阿公吟诗，你唔免烦恼啊。我嘛要去。你来来。苏律师从阿里来的。多谢。你去。我爱跟爱情同款，娘娘，都去看你阿公。咱拢是一家人啊，嗯？拢是一家人。寒夜客来茶冻酒。冰如汤沸，火炒红。孙雄一般汤静月。老师。嗯。食有梅花。食有梅花便不同。贝哥。我想你。谢谢你帮我照顾阿公。不然干嘛不先说？我以为阿姨有跟你说，哎，他们帮我申请了假释，还安排了疗养院的工作。恁两个
莫一直伫遐讲话，要来陪阿公啉茶。你妈外表虽然严肃，但她其实是个很温暖的人。知道啦。来来来，最好知道。小姐。阿公。李老师，你是谁？嗯。你是谁？阿公，我是贝哥啊。贝哥。嘿啊。嗯，我听的呢。嗯。我是郭丽夫的查某孙啊，贝哥郭贝。郭丽夫是啥人？无要紧无要紧，老师，咱来吟诗吼。啊！你甲我讲到啥讲？好。寒夜起来，地冻酒，地老汤灰呀，灰冲。村上一般。唐静观，老师，换你哦。吃油梅花，